天与蟑螂的战争的日子。别说了，昨天早上我看到我人生到达，来到实况屋之后，第一只蟑螂，这么大一只。他还有我去这么大一只，他来找我哎。还好他不会，还好他不会飞。那他会飞，我真的是，我真的是会气死，不，我真的会吓死。英文 ，Long time no see。哎，每天都帅啊！昨天去买了一些衣服，想说我买的总是要拿出来穿的。实况屋第一只，实况屋我看到的第一只，好不好？之前我就是从来没有看过。该不会已经在布点，想要他妈等下要怎么偷袭了吧？我们这么唱起来是第一次，攻杀位。我们昨天打这个叫什么神父哦，两次过，好不好？真的是不要再瞧不起我了，好吗？两次，什么相亲？路怎么抓？嘿，老鼠一直在那边，这是我的小确幸，超智障的。今天怎么穿衬衫？就说了没啊，就买衣服。对，所以就穿一下。当然，我晚上要去哪里不好说，不好说，不能跟你们说，好不好？这是哪里呀？对啊，有他超痛。捡个血宝石工厂工具，这又可以干嘛？小本玩家很强。枪版教材就是我本人。这干嘛啦？这动画要干嘛啦？哎！这游戏外挂太明显。那我跟你讲。那种很强、很知名的选手啊，你用狙击、用外挂，人家不会怀疑。就是一个新地图，不是新地图，是不是？光开开关关啊，就是偶尔一两枪不中那种，人家看，人家整场看下来就会觉得哦，超级准。什么叫我居然会枪反？枪反就没有很难哦。啊，这边又开一个灯，两个灯了，五灯奖，我已经开了五个灯了，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噔噔噔噔噔，打架，干，打架，咦 ，man， 昨天学到的新招，今天每一只我都要用，有没有？稳不稳？各位觉得怎么样？稳不稳？再来啊！来啊来啊！这里也很神。哈？嗯。那抓，每次都要用。真的没有很难哦。跟你们说，你们真的是太瞧不起我了。去他们家里。哎呦！靠！我这么多装。哎！什么东西 ？What？我头上那是什么？为什么上面有一个倒三角形啊？混乱标记是不是？哇，那我昨天还买这个。哇，我昨天还买一套装备。哇，猎人服装这个好像比较强哎，它是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烂。算了，都先放着了。在家里啊，从头到尾都在家里面。哦，它的数值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换这个好了，猎人库。对，他有的长得不太一样，换这样子。什么到了这个年纪没有女朋友要相亲，攻他回。你有你。啊！这啥？好来啊，来啊，
原本要在，原本要去公司玩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状况，在那边公司上班的，跑步在家玩。哇操！它好大一只哦，我的妈呀！等一下啦。正常来说，它是谁啊？我的妈妈咪呀！这个可以反吗？我看这不行。你很棒，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很棒啦，好不好？我一定要打死他！他这个三连砍不虎的欸，我操，滚太快了，他好像有点厉害欸。不是啦，我要抓他的攻击模式，可是我这个不杀他好像有点，好像有点智障，对不对？拿枪给他射他，一枪一枪，一枪两枪，一枪两枪，一枪一枪，一枪枪。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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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来啊，你进来里面跟我打好了，进来好不好？进来。他不敢。不是。在家，他每一次杀人都在家。不是啦，这个位置太难闪招了啦，大哥。不是啦，他好强哦。等一下，我不想在里面跟你打，你出去好不好？你出去，我等一下去找你。等我一下，拜托。熏香盖过了你的气味，他是谁啊？这些猎杀让所有人都躲在室内。亚南已经完蛋了。如果看到没有心迷失心智的人，所以我可以去跟前面，我有遇到一个人问我说哪里安全，对不对？我可以带他来这里的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什么东西？什么声音啊？刚刚那怎样轰炸机是不是？来来来，尽管来啊！听说你刚……啊！抱歉，不是啦，他打人真的太夸张痛了啦！我操！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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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你就剩这点血让我杀好不好？拜托你啦，算我求你吗？
好了，这样我们可以回去找前面那个，就那个女的嘛。她说什么？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哎，找她。对对对，找她。对对对。这样回去比较快哦，你们不懂哦。欸，可是我有点忘了那个要回去找那个人在哪里。欸，他是在一个，那是哪里呀？我有点忘了，我去找一下。是在神父前面，所以应该是搭电梯下去的地方。这个记忆力不太好，我找找看。亚丹之墓、巨大桥梁、巨大桥梁是哪一个？巨大桥梁是，应该是这里吧。白痴，鸡在那边僵心啊。You can see me。按 B 回家，不如死回家比较快。我觉得他的游戏比较没那么好的地方，就是他读取的速度稍微有点慢，那过场动画稍微偏慢一点。为什么这个颜色感觉变得怪怪的？被虐太惨，不准跑，要像个男子汉。哎呦！哎呦！怎么变？不吧！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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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两只我认输，你们最棒，你们最棒。可是另外一个是要从哪边去啊？应该是这边是不是？算了，死回家要捡尸体。刚刚那个尸体只有600块啦，算了，不捡了。一只一只来啊！敢不敢啦？一只啦，一只，一只来，一只来，一只。啊！一只，我都烦死你！真当以为我不会反是不是？来，血瓶交出来！我操！烦死你！曾经我以为。排符很少，很难排。直到我玩了美符之后，按错，不小心就射了一发子弹。哎呀！连这个电梯都搞我，是不是？别笑哦，你别笑哦，玻璃心哦。这画面颜色变了，是因为那个是不是啊？哎，是这个底下对不对？对，这里底下下去。可是这里史上最恶心的地方没有之一哎，我实在不太喜欢这里。你们走开，走开！恶心！你们也恶心，走开！走开！最恶心没有之一。我记性其实蛮不错的，大家觉得呢？这里对不对？
我会去找那个女的。我记得她很想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哪里安全，所以我没有跟她说。好，你老木乌鸦是不是？来，砍死你！砍死！我才不要跟他们泡澡嘞，最恶心！来来来来，打我啊！笨蛋，笨，笨蛋！哎，妹妹，我笨蛋，这次不能反，是不是？不是啊，他为什么不能反？他不能反啊，真奇怪。是他吗？是这间吗？哎，这间是卑鄙的外乡人。哎，那是哪一间？居岛右边这间是不是？哎，不对，上面，我记得有一间是有一个女的问说，要我找地方给他去的那间，上面，勾飞岛，不对，也不是这间，完了，我刚才在说我记性很好，完了，还是在对面。这间吗？不对啊，这个不是对，这是拿音乐盒的。红宝石胸针，他死了。我帮你。居岛。你别哭了啊！我的奖励嘞啦。不是啊，我帮你解任务，你的不给我奖励。啊，我的奖品嘞啦！啊，不是这边呢、啊？不对，我从这边过去也要走好远的路。啊，不是这边，然后也不是那边。到底是哪边？这里有没有路可以下去啊？去岛！死神要开大了，小心！哦，我头好痛。后面有人，后面有人。这地图太困难了吧？何不让我从这里跳过去呢？我想从这里跳到边边那边去哦。他为什么不让我跳过去？也是啦，总有一天我会。哎呦，这边有路哎，这边就是我刚看到的那个路。哎呦！
呦，别射，别射，射伤小。神在上面。他们妈有人在偷射我，我还不躲进来？哎啊哎啊哎啊！好啊，危机四伏就是形容我刚刚那个状况。不是啦，那种外面也有，里面也有啦。好热哦！他到底……我又不小心又射了。他路到底怎么走啊？还是我就不要管这个人好了，我不要管他们好了。我先去找那两个胖子领个血瓶，然后我要往前走了。可是我刚刚，来，就是你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闪亮钱币可以干嘛？向延安，我觉得他的画面颜色跟昨天看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我杀了神父吗？感觉看起来画面不太一样，怪怪。他 highlight 是防守一个，进攻一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第四场了嘛，对不对？可以召唤闪亮三姐妹，你的攻杀小，来来来来，血瓶变贵了，崩了，血瓶变贵了，我痛苦了，我大主教区应该是这里，大主教区，大主教区是那个，哇，我如果把那个。女巫砍死会怎样？这是不是可以杀、啊？我再砍他一刀看看啊！早早不升级了，升级血瓶变两倍，我怎么买啦？该不会是我刚更新了吧？我没更新前，他还是180欸，早上不更新了。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拿，因为浪费我的钱。对啊，这个人跟我说可以来这里，这里的熏香可以赶走野兽啊。啊，熏香可以吃吗？不是啊，如果就只能赶。后来有被那服回来，可是 buff 最强的那。buff 最强的时候，比赛双方都不选，不知道是不是 auto。哎呦！两个人说好不选，完全不选。啊！你很棒，你。对对对。偷袭！偷袭！你怎么没有带东西就出门呐、啊？这里也有一只。狂人的姿势，他可以让我再看到，可以再多看到不一样的人，是不是？在哪里？狂人的姿
呼！去接一楼车子旁边。他要上二楼，他想上二楼。来啊！白痴，怎么两只啦？两只我怎么反啦？我牛仔在什么位置啊？在二楼。骑在一楼。松松，再看啊你再看啊你，不看，看，把他头上。不是啊，他们出门，这些人出门都不带武，都不带装备的哎。他们不带装我。狙击二楼，狙击二楼。哦，用盾牌。对。这游戏是有盾牌的意思吗？可以帮我开个门吗，哥哥？拜托，帮我开个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应该是……我已经在，应该是这里过去。欸、二楼，过去也没有用。上面二楼两个，我刚刚没看到。干，他有透视啊！操。所以这边也没东西嘛。对，这边没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所以我一定要从刚刚那个匪宅那边，那个超大的狂人哥那边走过去。到我们家里了。来啊，开我枪啊！不是开我枪，不是我开我枪，是我开你枪啦！嗯。哎哎哎！为什么刚才没反到、啊？有反倒，但是为什么刚刚不能攻击？真奇怪。进小房间了。你也是啦，来。哟。你也不太装出门哎、欸，你们出门都不太装哎。狙击到，狙击到。头很痛哎、欸。我不走那里了，我要走这里。那里有奇怪的人挡在那边。这傻小。这里可以下去。这里是哪里啊？一只一只来，我们一只一只来来，一只一只来，一只一只一只来来，一只一只来，一只一只一只来。现在偷捡东西，捡捡捡。汽油弹，还有透视哇！靠透视在玩。出门散步不带钱，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好吗，各位？别咬，月月，别咬，你也别咬了。我最讨厌拿火炬的了。没事在那边啊，烧啊，我烧你两下，啊你也烧我两下，呵呵，大家好不亦乐乎。不是，为什么就没反到啊？出门一定领便当干嘛？哎、欸、，sorry， 算了，就这样。三倒二，嘿，这样子。倒三，倒四，倒四。哦，这边也可以。超怕我，他们那个阵容。我觉得那个人看起来不太妙。我觉得这间房间里面也不太妙。哦。哎呦！我就知道你脑木。还有是不是？哪里？出来啊！出来！出来！
没有了是不是？好，很好。我就觉得这地方看起来就不太妙。好。这个游戏的每个地方看起来，欸，就是躺了一个死人吗？我可以跟他讲话吗？安安，闪光岛。安，啊，你是谁 ？Who are you, dude？ 算了，我突然不太想知道。我有2600的魂呢，可以去买东西吗？可是我去买东西又要重跑一次。这个上面这个，这里有没有东西？咦，欸，没有。那这里有吗？也没有。哎，欸，哦，原来只是猎人啊，只是猎人啊！你妈的又越狱，你全家都越狱。有种不要在上面射啊！靠飞！我还以为是有点像王之类的那种大中型怪嘞，不过就是一只白痴猎人，白痴白痴白痴猎人。好好好好，我不想进去。倒，继续倒。头上，头上。干，我要钻到墓地里面去，是不是啊？先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哟，黑衣裳。巨人佬，巨人佬。你好啊。Beast Hunter, aren't you? 哎，帅。That's precisely how I started out. Oh, beg pardon. You may call me Alfred. Protege of Master Ligarius, hunter of vile bloods. 他是猎人。So, what say you? Our prey might differ, but we are hunters, the both of us. Why not cooperate and discuss the things we've learned? 合作。Oh, take this to celebrate our acquaintance. 活子。Beast hunting is a safe. There must be. Go on. As you know, the church is the fountainhead of blood healing. But I have heard that the holy meat and the counselors of the old. If you seek blood healing, and the church is willing. 血疗 Bergenworth is an old place of learning, and the tomb of the god. Well, once a group of young buddhists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sects. Everything but today, and for them, it's unclear. But only they. 那死神，看命抖了一下，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是有点像剧情的部分，就这应该有一些分支，就是我可能杀了谁，我搞不好把这个人砍死，我就有一些事情不能做了。一样，又一个狂人的姿势，我把它用一用好了。先你开着，你打完法，它不会马上急，你知道吗？将火焰附哦，所以跟着这是可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增强我的武器，是不是啊？会比较快，移动会比较快，因为你关的瞬间会动的比你开着进走还快。我的灵士有13等嘞，猛猛的。对啊，录了，我怕他妈给他挡掉，你知道吗？哪里哪里哪里有人？哪里有人？
靠北嘞，这个地方感觉下去就不太妙。大月月，为什么这样不能那个？零四越高，小怪越强。我操！怎么不早点说？我还捏得那么爽。完了。好啊，这样子可好啦。这样子你们可满意啦，我等下这小怪都打不赢啦。不是，这游戏给的氛围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耶。哪里有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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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点灯，我赶快回去。我现在好多钱，我要回去。快让我回去，快让我回去。哟，我点到灯了。